首先，香蜜当时我们做到什么程度，我们自己心里很清楚。包括所有的美术方面的置景也好，服化道也好，这些是我们的第一个难点。我觉得我们这部戏的演员啊，说真的，我觉得都很好，我都很满意。有一些我还是有点惊喜的。你们一来的时候，咻就出来，出现一条彩虹，一个晚上出来一条彩虹，非常合作，而且他们非常专业。一撞。 撞他的窗以后，我都会知道哦，他们是桌肘功课来的，不是空白一个人走过来。《金堂的开端》它还是以上错花轿嫁对郎这样一个经典的爱情故事为起始点。其实我们最想给观众传达的是一个理念吧，就是不要畏惧偏见，做最好的自己。 设计上肯定是有不同的，无论是从造型还是从特效设计，我们当然都是针对于每一个角色、每一个世界去做一个单独的一个量身定做的一个设计。就是我们从色彩上，其实不仅仅只是从色彩上来设计这个场景，还要用色彩来烘托情绪、烘托气氛、来辅助剧情、辅助人物的情感表达。 很开心，这次能跟朱导和朱导的团队再次的合作。当时导演也说，我们一起努力。看 ，OK， 好的。 吃相为人，如此为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这些事情一点都做不下去。只要除掉顶云，我的大业才可功成。 哎，谢谢，好了啊，星星杀青了，然后蓝弟也杀青了，我们也杀青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恭喜杀青，谢谢，谢谢刘总，快乐，了解，了解。